咱们以前合作过嘛，演出不太一样那种感觉。双桥要谈一场恋爱，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就要我跟沈丽在一起，啊，谁有不服的，不服来战，谁也不敢反抗。我们俩就手拉手走了，哭懵了。到晚上，非常的虐心的一场戏。平时我们都在嘻嘻哈哈，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，那个情感会更加的充沛。